今天要去台北市立动物园。宠物、气球、游玩三轮车、滑板车，通通去吃屎吧！台北市市民携带身份证及悠悠卡，由黄色通道快速入园。其他的自己看了，我快憋不住了，靠！猴子老公，你还好吧？莫非是昨晚的麻辣烫生效了？还喝个屁水！快进去找厕所了啦！哦，我们现在在这儿，最近的厕所在这里哦。一进大门后，右边就是服务中心，左右两边都有投币式置物柜。游客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很多，导览地图在这里，建议带一份，免得迷路。缺啥？小七这里都有哦。动物园有提供娃娃车、轮椅及电动轮椅的租借服务，还可以在这里租，然后在上面的鸟园租借站归还哦。奉劝大家不要低估了动物园的大小，等到家人走不动时，或是抱到手酸时，还想到要租借轮椅或三轮车时，租借处在往里走的右边就是厕所。若你运气太好，全部客满，左转往前一直走，还有两处可用。算了，直接跟你报位置啦，这里跟这里都有哦，是不是超近的？最近拍配速深受韩日及外国观光客的喜爱，受喜爱的原因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你们绝对想不到的，就请大家在影片中去找答案吧。台北市园区内共有8个户外展示区、6个室内展示馆、2个环境教育教学场所，总占地高达165公顷。截至2021年为止，动物有354种、2407只，是一座具有教育、研究、保护及娱乐功能的动物园。今天就带大家去看几个具代表性的展馆，还有猴子老公走了2天所拍到的精彩片段。首先来到列车总站，搭乘斑马或穿山甲列车到上面的鸟园站。这让我想起哈利波特中的9¾ 月台，这是我们要乘坐的穿山甲号列车。不得不称赞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创意，竟可以利用农用机具来载运游客。最神奇的是乘坐体验还蛮舒服的，给管理团队按个赞。还记得吉普车蹦蹦跳跳的开过廖罗湾，国中国文课本内的课文吗？左边是台北Zoo各馆及区域的开放时间表，展馆会轮休保养，不要白跑哦。列车总站、鸟园车站、动物园南站三站的首末列车时间表，错过帮你走到会想要死掉，因为距离远就算了，还不时会迷路跟上下坡，好像在参加百战百胜。这里猴子老公逛了整整2天，都还没有100%全部逛完。若真的要园区内的每一个动物，通通都要放到影片里面，影片时长铁定会超过2小时。这么长，应该没人要看哦。所以本影片只挑精彩一集，值得给大家看的才会剪进去哦。鸟园车站到了哦，东西记得都要拿。坐车门旁的上车记得扣，下车记得开哦，门会自己开关但不会扣跟开。你是在绕口令吗？夏天全是黑，不会觉得很热吗？人家有练过，干你屁事呀。这里是鸟园车站，有车可以载你去动物园南站搭猫空缆车哦。
里也可以借跟黄娃娃车。我们在这里，动物园南站在这里。别傻傻看，以为很近。你走走看，帮你走到想哭。眼前这栋是养蜥爬虫动物馆，有蛇、龟、蜥蜴跟娃娃。各位公主们，早安！欢迎来到猴子老公频道。可以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吧。我没说的话，大家看得出来，这几位落落大方的女孩是小学生吗？石牌国小，超棒的啦！时代不同了，孩子们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做父母的除了工作赚钱钱，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哦，时常换位思考一下，亲子感情会更融洽哦。这阳光看起来蛮无害的吼，那是因为我的镜头有装滤镜，此时的我上衣已经全湿了，呼呼。好想把装备全丢了，跳到泳池里面去量一下，哈哈哈。这馆内全都是蛇、龟、蜥蜴跟娃娃哦。欢迎光临两栖爬虫馆。认识与观察两栖爬虫动物的课程，欢迎亲子一同参加。每月第三个周一休馆哦。这乌龟应该比一个婴儿还要重哦。小朋友，你的头还真大，应该很聪明哦。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，人家有伞，你有大头。你正好命住室内吹冷气，刚才在外面看到两位你的同伴在晒太阳呢，就跟当兵一样，同梯不同命哦。男生一讲到当兵，就可以画腐烂个三天三夜。吼，你让我想起当兵时天天戴的头盔。蒂拉，一堆会动的头盔哦。你长得真有型。哇，这只一定是母的。小姐，你绿的好好看。变色龙的眼睛跟舌头超好笑的。啊，有戴皇冠的变色龙哦。终生，巴西龟其寿命只有20至25年，还蛮适合当宠物的。不过跟猫狗相比，互动跟趣味性还是差蛮多的。不过不用每天帮他们铲屎也蛮不错的。宠物就是一条生命，饲养前请仔细思考这三个问题。爱它就请善待它，千万不要任意弃养它。
接下来要去的馆是座造价近 3.9 亿元、外形超独特的热带雨林室内馆。热带雨林室内馆又被称作穿山甲馆，楼高24公尺，以台湾穿山甲一项为造型，包含6个户外展示区和1室内馆舍。Egyptian. Okay, welcome to Taiwan. 鸟贝贝于111年的7月1日孵化一只雏鸟，但不知道后来那只宝宝怎么样了。哎呦，有种要进鬼屋探险的感觉耶！哎呀，不就都是同一种吗？看屁股都长得一样。外国美女在看什么呢？不会是吓到我了吧？今天是4月1日吗？哈哈哈！人家是在找这一只猴，你是猴吗？眼尖的民众可能会发现馆内的植物不太常见，因为这里多数植物来自孤岩卓云植物保种中心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青蓝兄弟，我们不是孔雀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红腿陆龟，这是我刚出生的照片。这里的植物都是由专家仿照热带雨林环境的生态环境去种植的哦，因此在这馆内生活的动物都活蹦乱跳的，跟关在其他笼子里的差很大。进到穿山甲馆的朋友，请务必要时时注意你四周的树丛，因为这里的动物活泼到会主动靠近你，尤其是长得像孔雀的青鸾。刚从二楼往一楼看时，他老兄竟直接在地上打滚，超傻眼。
看他吃的津津有味的，我的肚子也饿了哦。等下出大门右边有麦当劳，你先忍耐一下说。今天外国朋友超多，台北素真的红到国外去了说。